的 YouTube channel 了，好吧，我是爱玩一群人的大魔王，好吧，今天我会开箱什么呢？今天开箱之前，我会请上一位嘉宾哦，他会带上他的宝物哈、收藏已久的，什么纹路网，这个叫做纹路网，这个东西我们要小心哦，等一下戴手套哦。今天我们不是从外面买回来的哦，好不好？今天是他特地邀请他重金礼聘哈、好不好？通告费老板都给了多少啦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紧，我们先有请我们的特别嘉宾 Sandy。这个东西哦，我是我收藏已久的嘞，真的吗？票库哦，你是帮我介绍我自己哦，我介绍，我知道这个就适合你的年龄了哦，你疯啊，没啊，没有开玩笑的哦。爸爸和你爸爸传给你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没有你阿公传给你的，好不好？不要紧，好，我们先暂时先来介绍一下哈，你是谁？你是我什么网红？我刚刚一早介绍，你一出来打断我，你一出现，人家就懂你没？哎呀，打断我，然后还要一直讲啊，没关系，好，来，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，来首嘉宾。感谢你特别邀请。来见证你的爱情啊！好嘞，好，不要在今天不是唱歌的时候了，对吧？他这其实是以前我们直播的搭档哈，我们的仙女小仙，好吧哈，今天特别邀请他上来哦，我们的节目哦，他特别从他家里偷他爸爸的纹路，阿公哦，阿公，哇，他阿公有几感动，偷他阿公的纹路。上来，我冒着生命危险，知道吗？哦，你们进来，我怕我会拿棍这边。这次你们去的时候，你阿公会打到你的脚吗？这个赔钱货哈，怕的戏，怕我的戏哦。啊，那叫你火火打车，你买打车哦。听不懂我在讲什么。他外邮票部哈，去还开箱哦，好不好？没有，那开玩笑了。好，来，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哈，这个历史悠久的哈邮票部哈。哇，这本看上去就是这个，我们要戴手套嘛？不用嘛，没有到这么严重啊。我已经消毒过那些了。哦，不是，我讲这个邮票，我看人家每次有戴手套。不用了，我们要翻啊。它有指纹吗？是，没事哦，可以哦，好吧。来，我们今天就由我们的 Sandy 小仙女，好啦，来，那我们慢慢打开我们的这个邮票布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看一下第一啊，这个是什么国家的邮票啊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是偷阿公的。哦，你是偷阿公的，是吗？是吗？那我们也应该不知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来，慢慢把它打开了，好不好？来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好，来，我们开始打开我们的第一页了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个全部都是那种信封拆下来的，哇，还看到啊，还生菇了的呢，哇，这个果然没了。哇，这真的是文物嘞！哇，你看这个还是哇很多，你看发霉了嘞，好不好？哇，你这个你看还有很多是什么？哇，这个我这样讲到很尴尬哎！我不敢动哎，我不敢动哎！你看它是不是？这样你需要戴手套吗？我可以变一个手套穿给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吧，你我们变一个手套来变我们的手套变。我们手套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这个戴上个手套了，好，要不然好，真的是破坏他阿公的文物哈，就这个东西就是他被撕掉了，好，我们戴上我们的手套哦，好像人家是戴毛的来说，我们戴这个好像是这去做荒麻的，这个好像是去好像是解剖尸体戴的手套吧，这个装在那个手套，龙龙哥，你太肥了，什么太肥？好说话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又太小，你看一个又太小，什么样子哈？一个又怎么样子哈？啊，别紧。好，来，我们今天我们来打开这个文物啦，好不好？哇，这真的是不得了嘞！你看还有很多哇，很多发霉了哦，超多发霉了哈。还有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在哇，这个是那个打仗嘞。什么？哦，这个是马来西亚哦。
在二战时期打仗哦，出了这个邮票嘞。你看它还不是叫马来西亚嘞哈，还叫做马来西亚嘞哈，它叫马来亚。你看哪里？对对，你看哦，很有写嘛喏，马来亚，看到吗？哦，喏 ，BMA 马来西亚，哇。哇，这个，我因为哈，我有参考，那时你说要你想要去带这个东西哦，我是大概有在上网看一些哈，关于这些邮票的东西了哈，好不好？哇，你阿公保护到很好嘞，好不好？哇，你少看了一面。哦，少看了一面哦，是真的哈，你阿公保护到很好嘞哦。所以你不要弄坏，你要小心一点。哦，我刚才你这样拿过来，我觉得你阿公看到会比较心痛啦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真的是哦，这个是还有很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邮票呢，哦是吗？你看很多马来西亚，我也不敢碰嘞。新加坡，因为真的发霉了嘞，哦，你看真的是，你看整个全部都是霉嘞，哦，这个的历史性嘞，你是从他的那个书柜那边偷出来的是吗？就整理的时候。发现到这东西，我就跟你说，我想带来。哦，哇 ，steady 哈 ，steady 本币，哇，你很敢搬嘞，我不敢刚刚搬过去嘞，好吧，你很敢搬哦，好吧，哦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好吧，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哇，这个是哦，这是稻草嘞，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油棕啊，这个什么姜母，哎，不是姜母，这个是果冻啊。好像是果冻的，然后可可嘞，你看我们也是有可可嘞，哈，也是有可可嘞，还有塑胶哦，啊，这个是哇阿达啦，他跟我讲他们是各塑胶哦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应该是这一个是蛮，应该也是蛮出名的哦，大家就是哇，可能见证到一下哦，这个历史的文化哦，真的，这本里面哦，就全部都是马来西亚，还有你看这个，你看马来西亚嘞，有吗？哎，不是 Malaysia 好吗？是的 ，Malaysia， 看到吗 ？Malaysia 嘞，哇，你看，哎，来，大家再看一下，看一下哈，再看我给他哦，尊敬大家，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张嘛哈，这张哦，就是不得了哦，就是一个有历史价值的邮票嘞哈，六分钱哦，现在不能去卖这种，可以卖多少钱哦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就讲，就偷偷去问那个卖一下，这样我会被打断腿。哦，那我觉得我也是觉得你应该会比较强。真的哇，你看它很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邮票，有长形哦，四方形哦，你看还有蝴蝶嘞，哇，你看你这个哇，还有乌鸦嘞哦，好不好？哇，还有鱼嘞哦，好不好？哇，真的是很多很多哦。哇，哎，你看这种又，你看这种。这种是古董的，哇！你很敢跟他动哦。没事的，手套没关系。哦，你看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哦，好不好？这个感觉就是很有历史价值的一本那个邮票哦。你阿公应该是花了不少时间哦，来收这个哦。这个是应该是别个国家啦，哦，你看还有日本嘞，哦 ，Australia 哦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个这张啾啾的是什么？我看啾啾的就给他折一张哦。人家可能跟你讲卖一个几百万过或是谁？啊，这些都是外国的。哦，这是外国的哈，好吧，我们来参考一下外国的哈，好吧。那么下一面呢，哈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是印度尼西亚哈，看到吗？哦，这个是苏哈多。好，我自己讲的啦。因为我不认识啊。你讲什么我就点。好，这个还有，这个是从哪里撕下来的哦？哦，可这个可能是你阿公哦。要写信哦，给你的阿妈哦，可能吧。哦，然后他写过去了哦，然后哦，他就把那撕邮票撕下来哦，没有记载的啦。OK 咯。好了，慢慢翻啦哦，还有一面啦哦，好不好？我这一面是什么？这一面是哦，一点一点这样子啦哦，好吧，来我们看一下啦。哇，这个是中国。哎，这个应该是台湾吧？台湾。中华民国嘞。这样子，这个就卡掉。这个里面，哎呀，这个没票啦，哦，没票办好哦。你看，我真的是很审美了的，看整个盒，看，哇，哦，这个真的是你阿公的哦心血了。哇，这个阿公的邮票不哦，真的是不得了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非常感谢你今天，哇，来我们见证到哦这个历史上面的很多。
很多文物啊，还有真的是那种国家的，说这很多国家不一样的形状啊，连昆虫啊，然后中游啊，什么每个国家的哦。你可以好好拿回去啊，要不然你要原封不动的拿回去，要不然你阿公会把你的脚打断了哦。你是在他的那个 locker 那个 bag 上面偷下来的吗？就我就是整理微博，我是在好，搬到有这个东西啦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，好不好？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啊，我们的下一期节目我们会再开箱什么呢？我们敬请期待。没有，我们还会请什么嘉宾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请很多嘉宾嘛，来上我的节目嘛，好不好？请期待我们的嘉宾还有我们的开箱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下一期见，拜。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哦。